疑问引发疑心，企咗喺对方临死之前睇到佢嘅真面目而断气，佢先可以得到快感。揭秘，揭出更多秘密。你会有报应，呢个唔系我嚟噶。佢喺凶案现场出现过，咁咪点啫？代表啲咩？佢唔单止有精神分裂，仲有被迫害妄想症。超！你冇见佢叠劲风？无数线索，只系游戏开始。你查啲杀人犯记录，睇下黐线嘅多，定系正常人多？年度心寒之作《刑侦日记》。